5月30号，有网友曝光了一组队长凯拍高中毕业照的路透图。我俊俊穿着白 T 蓝衬衫，站在最后一排，对着镜头微笑，看起来青春美好。而奇怪的是，组合的身高担当怎么会显得如此小只呢？有小螃蟹连忙澄清，旁边是好朋友1米9。作为见过小凯本尊的老，有必要说一句，小凯本人真的很高了，九头身的比例相当完美。可是能 hold 住70腿挑战的 boy 呢？此前更是晒图证实过自己的身高，177厘米的数值早就甩开祖国男同胞平均数10个厘米了。此外，姥姥还回顾了一下俊俊的其他毕业照，小学生凯虽然皮黑但很健康，还笑成了一枚叉烧包。稍微长大一点的顺毛凯，没有褪去的婴儿肥也十分可爱。初中毕业时已经初具校草风范，如今高中毕业的俊凯只能用春风十里、潇洒如你来形容。芒果捞新闻 ，by the way， 祝我俊俊毕业快乐，前程似锦，报道。